安，这个影片是炫耀文。今天从19寸的荧幕进化到27寸的荧幕，这个框框是我以前拍全荧幕用的，你看到现在差多少？从 DVI 进化到 HDMI 也差距也很大，而且不得不说，1080p 的都已经超可爱。然后有了新的配备跟技术，说真的，我还蛮想重置《艾尔超》我做超经理的那一部影片的。不知道现在重拍还来不来得及？